67公斤级的一场超级战，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西班牙名将哈维尔罗梅罗德伊高图啊 ，ISKA 67公斤级的世界冠军，在武林风的搏击世界杯当中，大家见证了他的实力。我们掌声有请来自西班牙的戴维西亚。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blue corner, weighing at 67 kilo, 175 centimeters to arms, span 180 centimeters length. 24 years old, 40 wins, 6 to lose, 11 KO. SKA World 67 kilo champion, Ross Bank. Here's David Messier.即将出场的红方选手代表了吉祥搏击俱乐部。我们常听说古人的这个意志品质啊，刮骨疗伤。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选手，右手掌骨先后断了3次，不抛弃，不放弃，爱搏击，真的是爱到了骨头里。我们掌声有请中国吉祥。25 years old, 25 wins, 30 loses, 1-7 KO. Rob. 现在开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在海口为您现场直播第7届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全球功夫盛典呢，现在已经成为了广大观众心中的搏击春晚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解说团队也是超豪华的，大家非常熟悉的资深赛事评论员蔡志贤先生，好。另外呢，还有两位大家特别想看到的，特别想听到他们声音的中华英雄王洪翔，大家好。资深方便，大家好，我是方便。这也是搏击史上的首例哈，4个人解说。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场比赛呢是67公斤级的超级战，红方选手吉祥，蓝方选手是戴维西亚。好，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原来是谢雷，但是谢雷因为赛前肠胃炎无法出赛，就改为吉祥上场。那吉祥在一个礼拜之内就从75公斤降到66.8。对，这场比赛之前吉祥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体重问题，是，但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称重的现场，那一次性的这个体重就够了。对，那时候是66.8，过关。吉祥呢是一位非常有经验的选手，当然在降重上。可能也有他自己的方法。对，大家都知道降重是他的一大难题，因为他是比较难出汗的运动员，所以降重最痛苦的事情，有时候降不下来。戴维西亚是我们武林风的观众比较喜欢，也比较最近特别熟悉的一位运动员了。他参加了我们的国际世界杯，来自西班牙的一位名将。好，那就是在世界杯因为被分配到死亡之组，那对上的哈桑特伊跟迪亚哥都打了4回合，那惜败输了比赛。对，那上一场是赢了刘亚宁。那我们的吉祥呢，上一战是对上蒙古选手，那场比赛打完之后大家都说哇，吉祥改变好多，打法灵活，一下撅腿重击啊，一下又后旋踢的，很漂亮。今天吉祥一出场也是让我们眼前一亮的哈，是，一个新的战袍，对，很有王者的风范。对的，现在是王者了，又是老板，对，不一样了。好，两个人还是互有重击啊，是，这个戴维啊，被接头，小心，啊，拳也很重。对，那戴维西亚的一个侧边的膝上头跟正面的跳膝是吉祥要小心的。那刚才吉祥已经吃到对方一个跳膝的，哦，有另外一个膝上头。那今天吉祥的一个后手的肩膀肌肉有点紧，然后再放松一点点。前手那个前摆也有点紧的。吉祥呢是一位叫经常逆转的这样的选手啊。是，一开头进入这种比赛的这种状态啊，节奏比较慢，往往会给带来惊喜。大家非常有韧性的一位选手，是啊。他上次最精彩的是一个后脚的一个镰刀式的高扫，直接强读对手，相当的漂亮。哦，又来一个高扫。那过去呢，这个吉祥其实腿是比较差的，但是因为手受伤，没办法，就要练腿。那腿呢，越练越好了。对。那现在在他自己的吉祥俱乐部呢，那有新教练跟他配合，所以他说自己的状况非常的好，包括在这个珠海啊、泰国比赛都是 KO 的对手。其实这场比赛在之前的战术的安排上，吉祥也是想着要用自己的重拳来结束比赛。是，所以这一段时间应该是吉祥在拳法上练习比较多一些。对。好，小心，嗯，小心防守。
那原先我认为吉祥的力量应该可以压过戴维西亚，但是看起来在第一回合有点吉祥被压迫到了。哎，其实戴维西亚的拳还是比较重的，况且他的压的也比较紧的，是，所以两位选手都是打的这种中近距离，在拼拳上拼这种力量上，我觉得戴维西亚还不错。是，对，方便觉得呢？我觉得吉祥在第一回合还可以，我觉得尤其是临危受命嘛，然后一个礼拜可能需要降重，又需要这个练体能，我觉得可能我所担心的是他的体能呢问题。是，那么碰上一个这么强的选手又是吧？对。中国海南海口体育馆国漫富江荣耀中国系统珍藏版独家冠名。在上一回合吉祥有点紧啊，希望这回合肌肉再放松一点点。对，好，过完腿之后，对方的前摆拳是，对方的这个近距离的小摆拳也是很准的啊，又是一个，哦，这个组合非常的漂亮，这个、组合对，所以对方的飞膝了啊，底膝也是很厉害的，哦，哇，我们现在频频是组合进攻，是组合进攻。相对的吉祥的组合就间断稍微多一点，有点 CD 的时间。哦，这个高扫。那两位到了第二回合，把所有的这种力量都放开了。对。今天现场的氛围也非常好，是啊，两位选手打得很激烈。对。飞起，哎呦，差那么一点点。哎，是。两人换拳。高扫。至于待会的重头戏呢，世界功夫王者争霸赛，其实我们戴维西亚有打过嘛，他有预测，他预测杨卓是比较有机会，他说杨卓相对比较适应这样的一个四人制的一个比赛。那就待会看一下杨卓待会的表现。对，然后连续的扫踢。好，吉祥前摆再换个位置，他利用前摆换位置要躲掉对手的一个连续的拳法接腿法，是拳法命中了，哟，转身。那在之前的比赛，戴维西亚对上这个迪亚狗，那有被这个膝上这个上勾拳一直打到下巴，所以他的报价中间是有点空隙的，但是今天吉祥没有好好的把握。哦，一个后手拳加一个扫踢，是连续的扫踢。看到他的后扫踢，因为是左架，所以后扫踢踢的是后腿的后腿外侧。哦，又是一个，是这个地方是后侧后腿的比较薄弱的地方。对，而且他是换架进攻的，是后腿的外侧。啊，又来了，哇！这种累积性，我觉得不妨可以提膝防守。对，吉祥直接被砍到后腿。哦，又是一个。吉祥不要再让对方砍后自己了。哦，高扫，高扫，这个高扫非常软，一个。而且这个不管是输出的比例，哦，又是一个，有反应了，现在危险，危险！吉祥要护住对方，又是一个，还有，吉祥要提膝防守，对，提膝防守打拳。啊，因为吉祥的体力没有对方的充沛，是啊，对方在国际世界杯都打满四回合没有休息的，一直压着的进攻比较猛，对，吉祥被压迫到了。你看看后面第二局的比赛的时间不够了，是。好，在第二回合一样，这个吉祥可能略占了一点点下风，因为对方的输出太密集了，体力太充沛了。对。哇，这个变化。高扫。在上场比赛对上蒙古选手，其实吉祥就是潇洒两个字，我希望吉祥再把潇洒这两个字找回来，再放松一点。是，中国海南海口体育馆国漫富江荣耀中国系统珍藏版独家冠名。用这个冰块一直在冰吉祥的这个后腿，就是他的右腿，
相信蓝方的这个戴维西亚也看到了，对，确实是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哇，继续踢，这个、其实刚才看到吉祥的后腿的外侧其实已经有是轻了，对，你教练冰哪边我就踢哪边。对，是，况且呢戴维西亚他有拳法开路啊，对，所以这就比较难防，而且技法又有刁、啊、是哦，有点快站不起来，支撑有困难了，是那个大腿力量不见了。嗯，哇哇，这个很痛啊！一定要防住对方打完拳以后的跟着这样一记是地扫，是提膝防。那个要特别留意，因为打完拳之后啊，你的注意力会比较分散一点。对。哦，这个侧位的膝上头，对方的这个进攻的点是比较多的，这个很尖的、啊。这个对杨卓，他也用这个膝上头也弄过杨卓一次，况且他进攻点比较多，是还准，所以很难防，难防啊，因为他的这种组合比较多，所以吉祥现在就是要输出，我觉得还是以攻代守吧，我觉得是，嗯，如果是单独的防守的话，我觉得很困难，很困难、嗯，对，因为对方的这个。击打的点太多了，很难防得住。现在可以看到吉祥的拳跟腿都伸展不太出去。哎呀，又被砍了一脚。因为对方的这个不能再让对方扛了。糟了，吉祥就会读秒了。对，喂，好一个。这第三回合真的一场苦战。哎呦，这个时候这个战斗力。被伤了一大半，是这个时候戴维西亚的输出很多啊，对，给对方的这种一种感觉就是，哦，太被动了，对，拳法接扫踢，对，现在时间第三回合剩下最后一分钟，应该是最后的一分钟，哇，又一下，怎么支撑腿啊？连续的进行击打，对，支撑腿被破坏之后呢，其实打拳也没有力了，对，所以说现在，吉祥要调整。啊，我就现在吉祥的腿部有一些发软，是发软了，对，发软了，没办法，这个肌肉受到伤害了，可能在支撑就是进攻的这样的。对，其实吉祥还是蛮有毅力的啊，对，然后再坚持，还是比较有耐心的在。那一般运动员，现在对，不妨把前刺拳和直线动作做一做，拉开距离，不要给对方这个后扫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一般运动员呢、啊，比较常就前腿被打到这个痛，对，但是呢，就可以把换架把前腿藏到后脚，是但是呢，现在是后脚痛，你换成前脚的话更容易被踢到，所以已经无解了。对，是咬牙坚持啊，是。哇、哦，有个袭击啊！这个时候对方看不出来，这个腿是你的弱点。是。哇，十秒。好，十秒钟。糟糕，啊，今天吉祥的全力量完全没有发挥出来。是。有时候被打到腿之后，拳也很难发力啊，会受一定的影响。还有在上场前的一些暖身啊，这种动作也会对他产生一个影响。对，我觉得吉祥一定的力量还是值得吉祥控制力，我觉得限制了吉祥的这种发挥。用他的速度去压迫到吉祥，来，我认为吉祥的力量是可以压迫到这个戴维西亚，但是看起来是没有。看起来没有，戴维西亚的力量也很足。是。那我们就等待主持人的宣判。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7-30，二号裁判27-30，三号裁判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有请海南启程资产管理股份公司总经理钟明先生。有请中国画观音第一人国礼画家刘藏元女士为双方颁奖。我们祝贺戴维西亚，也感谢吉祥。2月23日，武林风新年首战，六位新人王组团参赛，为观众朋友送上新年祝福。2019武林风每月直播，由月初周六调整到月末周六，时间调整，精彩升级。2月23日，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武林风现场直播。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队长傅高峰。大家好，我是杨卓。Hello， 大家好，我是战警谢雷。我是王鹏飞。在此新春佳节之际，给全国人民拜年，祝全国人民新春快乐，万事如意，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事业蒸蒸日上。
家庭和睦，祝大家新春快乐，猪年大吉，万事如意，猪年幸福。好，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啊问到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每次节目一开场你都会喊出同一个口号？那现在我就要告诉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这就是武林风多年以来的精神力量和人文追求。15年来，武林风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以打造中国的自由搏击人才为己任，拼搏励志是这方擂台的主流色彩。我们把中华文化，把中国精神播撒到了世界各地，同时我们也收获了世界各国的搏击爱好者对我们的尊重和追随。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WL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拥有者，日本格斗天才朝久玉贵的卫冕之战。那首先呢，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挑战者。挑战者在之前的4人战当中啊，战胜了同门师弟朱帅，拿到了金腰带的挑战者。我相信今天的这样一个挑战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强挑战。我们来走进他。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剃光头，别人看到我，你这头剃得这么酷，但是我知道这是为了信守承诺。日本站的比赛赛前有个赌约，输的一方剃光头，但是我和对手我拼了4局，最终遗憾还是输了。双方运动员来说，体力消耗无疑都是巨大的。剃光头这件事，既然说了，然后我们要做到。作为一个武者，遵守承诺，愿赌服输。之前我们就讲过，如果输掉比赛要剃光头的，回来之后王俊宇就把头发给剃了。能够从中看清自己，从头再来，对于我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WL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荣誉。今年年初争夺这条金腰带，包括我在内的中国4名选手本土作战，可以说比赛还没有开始，已经有一半的胜算。但是最后真的很可惜，在自己家门口，眼睁睁地看着这条金腰带被夺走，也很不服气。留在我们的国内，但是丢了荣誉，总要有人把它找回来。今晚我又重新站在金腰带面前。这不仅仅是我和朝久玉贵之间的战争，更是中国勇士夺回荣誉之战，带着大家的盼望，势必夺回这条金腰带。我是王俊玉，掌声有请中国小雷公王俊玉。今晚的星星，让他们指引我继续前行，祈祷我拥有一颗勇敢的心。Now it's WLF 60 kilo Golden Bells Dominating Championship.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blue corner, weighing at 60 kilo, 170 centimeters tall, weighing 71 centimeters long, 21 years old, 30 wins, 5 losses from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I give you Wang Junyu.好，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 WL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拥有者朝久玉贵。こんにちは、WLF グリーンフ60kg 世界王者の旭下博隆です。おっ。僕はこの WLF グリーンフという世界最高峰のリングで戦えることを光栄に思います。そして様々な強い選手と戦い、僕自身が成長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と思います。戦ってきた仲間たちと交流を持てることを嬉しく思います。このブリンフ世界カンフー聖典に出場するのは2回目です。今回の対戦相手は
トーナメントを優勝したワン・ジュンユー選手です。今回の試合は防衛戦なので5ラウンドになります。ワン・ジュンユー選手の強さは熟知していますが、タフでハードな戦いになると思います。今回初めての防衛戦ですが、僕が王者です。必ずこのベルトは防衛します。皆さん、僕の戦いを楽しみにしていてください。僕がWL グリーンフー 60kg 世界王者朝日瀬弘隆です。掌声有请来自日本的朝九玉桂。界金腰带已经走上擂台，现在他要向现场和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们来展示他的这条60公斤世界金腰带。好，按照我们的规则，在卫冕战开始之前，我们的赛事方要暂时收回这条金腰带。我们有请武林风制片人总导演于雷先生，有请于雷先生。好，赛事方暂时收回这条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那接下来这场比赛之后，究竟这条金腰带继续留在朝九玉桂的手里，还是留在我们的中方选手手里？接下来卫冕之战马上开战，场上裁判牛曹旺，比赛现在开始。WLF 6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卫冕战，王俊玉向朝九玉桂发起挑战。刚刚大家也看到了，这条金腰带我们暂时收回了。对。所以此刻我想问一下方便哈，您这会儿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王俊玉是星武创新俱乐部的运动员。其实我刚才说我不紧张，其实是假的。我觉得我是比较紧张。还是紧张。对，还是会紧张。对。希望俊玉今天能够超常发挥吧。对，然后我们知道这条金腰带其实它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对。那么曾经啊，也是很多的这个中国选手输在了朝九玉桂的这种比赛之下，所以我觉得这个王俊玉今天还是要放开一些。是，况且呢，朝九玉桂是非常有实力的一位选手，不单单是打法硬朗，况且呢还是比较聪明打的。对对对，而且非常的细腻，比较的全面嘛，多变。哎，是啊。今天是一个这个朝九玉桂的腰带的卫冕战，所以看起来就蓝方选手是后出场的，因为他是卫冕的。对。然后这场比赛是五回合。哎，那朝九家族的功夫啊，其实大家觉得比较神秘的，我稍微科普一下，他的家族的功夫都是来自他老爸朝九赌。那朝九赌的功夫是来自于他的这个馆长，他们的师傅是卢元。那刚开始这个他们父亲是先练剑道，再练这空手道6年，长大练柔道，然后他们在路上就做大量的实战，去累积他们的一个自由搏击概念。那在1995年，就是他们馆长过世之后，朝九的父亲就开办了这个拳馆，那由他细心来调教这个朝九兄弟。其实在这个级别当中，朝九玉桂真的是实力特别强，是他目前对华保持着不败的战绩。对。而这场比赛我觉得对王俊玉来讲一个最大的挑战，首先是体能的问题。对。因为我们的赛制规则刚蔡老师也讲了，这场比赛要打5局。是。哎，就是世界金腰带卫冕战都要打5局。对。嗯，所以这对双方来说，这个体能的这个合理的分配和体能储备都是比较严格的。是的。
那他们的训练都相当，一定要能够左右架互换，能够行进间攻击，不管是前进或后退都能够随时攻击，对，这是他们的特色。是，可以看到今天所有选手的肌肉维度是朝九遇过最恐怖的。看他的线条，况且呢也是加带了对这个金腰带的含金量啊，是，要必须要接受这个五局的考验。是的，其实他们家里还有个秘密武器，他的妹妹刚二十岁，更能打，在空手道规则之下，就是这个朝九兄弟都很怕他的。哦，所以全家三个人都是非常能打。好了，武术世家。是，那妈妈就是专心做家务支持他们。好，可以看到现在朝九的步伐，好，一边游移。朝九现在换架了，对，是。然后赵纯阳跟他打最熟，赵纯阳认为这个我们方那个赵纯阳认为朝九玉贵的拳是比较弱一点，而且对于拳法处理也是比较差一点。哎，那希望今天就是你的王俊宇能够找到破解的机会。所以王俊宇其实也是在备战的时候加强了这个拳法方面的训练，是希望在拳法上面能够打开这种局面吧。是，从这个身体的维度来讲，我觉得俊宇应该在这个力量上应该是有一定的优势啊。哎，是是。那么赵九玉贵在开场还有十秒这段时间以来呢，控制的节奏还是不错的。那么俊玉要打开，哎，哦，有机会，飞膝，啊，又是一个塞的后直拳。是，好，现在临近比赛，第一局比赛结束，王俊宇打了出来一个高潮啊，对，打开这个赵九玉的这种节奏啊，手啊，是啊，哇，哎，看这个教练朱斌，那举起大拇指，是，觉得王俊宇，我觉得就要这样打，是，突然变化这个进攻的节奏，是啊。那其实方便在之前我看也有教授这个王俊宇行进间的上勾拳的处理。嗯，其实也有练，但是呢还不熟，觉得对不是特别熟，但是我们还是想让王俊宇在最熟悉的这个动作下能够给他找一个更好的这个战法，放那个摆拳。况且最近呢我因为我知道这个俊宇就是备战还是比较刻苦的啊，就是在我们在做体能训练的时候，我们在做这种轮装，而且是适应比赛的五局的这种服装。是，好，所以我相信王俊宇在体能储备的这个方面来讲，中国海南海口体育馆国漫富江荣耀中国西部珍藏版独家冠名。好，OK, teams all settling out.第二局比赛开始了，是吧？那在过去啊，这个王俊宇的拳是重，但是他速度不是很快，速度稍微慢一些，对，而且他的战架脚很开，前腿容易被攻击，是，包括上次对上这个我们的朱帅也是攻击。哎，今天对上赵九要哎下劈是，其实两个人移动的都蛮灵活的，蛮快的，是啊，注意对方的正蹬腿的这种上头的这种，其实重量并不是特别重，但是会影响到你的进攻的节奏。对，因为他们整个家族的脚的柔韧性都非常的好。接腿，好的，上头，哦，差一点贴着这个头皮扫过去了，是啊。第二回合仍然是非常的焦灼，是，对，王俊宇的后手拳。赵俊宇呢，哎，还是很稳，但是这个俊宇呢就比较坚决，是坚决的再顶上去打拳，坚决的打拳，是要顶上去。好，顶到了裆。这个顶膝过低了啊，是。那个裁判牛朝旺很忙，一下说比他的头，一下比他的裆。哦，这个拳非常的重，是非常的清晰。在过去这个空手道的拳跟腿都有它的脆度的，它的爆发力有它的特点，是爆发力非常强，穿透力也强。对，这个俊宇还是不能给他这种空距离和这节奏，尤其是腿法，对对，这个对方打得太顺了，其实太顺了，不能给对方轻易的就让对方打到这个，因为这个朝九玉贵的这种距离还是控制的不错。对，那其实赛前我问他们，就说朝九如果这次万一卫冕之后要怎么庆功，那日本人就比较老实，说还没做到的事情不方便回答。不做这个，日本人一向做事比较严谨，对，比较老实一点。好，又是一个被踢到裆了，这个扫腿过低了，对。
在这个两位拼得很凶的情况下，难免会有一些这样的动作。是啊，是王俊毅这一次是特别加强拳法的一个连续性跟多变性，但是因为他对手很会跑，所以有时候你要连你连不进去。是，好，打开防守，哦，原来打空了。提示他，我觉得王俊毅还要再放开一些，不要打后脑，就是我们的把这种节奏啊，完全啊，完全打到自己舒服的这种状态。是，哇，第二次正蹬上脸，好的，接腿摔，对，好，注意对方的这种，可以说他不是正蹬腿，是一个长腿，好的，啊，连续两个接腿，对方也可能看到了，好，下劈，下劈，给了一个颜色，对，推方要推开。对，高久玉贵的这种前踢腿啊，还是想控制一下自己的节奏。霍之权，因为现在这个俊毅的节奏打得很放得开，对啊，他想收回他的节奏在这里面来。是是啊，好，第二回合结束。双方在进行这个教练团的斗智，是还在红方朱斌那边面授机宜，哎，然后在蓝方的朝九这边呢，他父亲都是第一回合放小孩自己打，第二三回合就要开始，啊，就坚决，啊，只是战术了，别忘了五局我们比赛啊，所以说在这体能上这种分配和储备啊，啊，打后脑了，就是打得有点火气了，哦，对方的这个正蹬腿也是很有威胁的，对，啊，小臂下踢，对，小臂，不要搂抱，注意看啊，不要搂抱，不要搂抱，与双方实力都不对，重击啊，谁实力的重击，是，我们看第三局，况且他的在这种体能下也动作很少变形，对，哎，好了，这个时候王俊毅要加强拳法的这个输出啊，压到对方，持续的给对方压力，好的，哎，双飞调整了，两位开始调整，好的，俊毅加快了比赛的节奏，然后呢这个赵九玉贵开始调整他的这种技战术的特点，是啊，那王俊宇比较吃亏，他被这个昭九绕到背后绕了好几次，是，啊，那裁判说你不可以背对对手，是，啊，其实是他被人家控制住的，他不是故意背对对手的，是，况且那昭九贵还是一如既常的这种稳呢，啊，是，好的，还是连续的拳法，好，哦，这是一个前手摆拳啊，前手摆拳的迎击，对，好，这一个王俊要想一下，把头脑冷静一下，我现在在用正蹬腿控制这种距离，对，距离，距离拉开，让王俊毅其实现在打拳也是很难进得去，啊，是因为王俊毅这个节奏其实要提起来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优势的，是，所以说这个赵九贵来压这个节奏，啊，不能让这个现在打得很聪明，就是接近了以后就要往对方的侧后去转，是，是，好，好的，要给对方，啊，刚才的连续的应该是两次的击打后脑，我们有两次的提示之后，两次提示，对，所以可能给一个压点了，所以这是一个好的一个信号，我觉得对于王俊毅来说，对，好的，那王俊毅接腿帅，赵姐一个连续的进攻，是啊，被扣掉一分之后，他也想找回来啊。所以说这种节奏下呢，这个俊毅啊要做好防守，哎，好的，这个啊高九玉贵，哎，好的，侯志全，好的，刚才没错，推开，喂，现在王俊就太容易被绕到背后，然后转回来，他这个是为什么老是被绕到背后？是一个下潜，从他下钻到背后，是一个习惯嘛，我觉得。高九玉贵他的是前后现在移动，还有左右的纵向的移动，是啊。他还是比较这个技术比较好，技术比较细腻的。那王俊往往要转身后摆拳去来做控制，但是九十秒是。
不要给对方这个距离。我们待会透过慢放看能不能看到是赵哲怎么绕到背后的。对，这是很细的一个手法。第三局其实整场比赛的赛程刚过半。对，好，对方从腋下绕过去，一个下潜从腋下就绕过去了。对，其实是前脚为轴撤后脚。对，而且前脚要迈过对方的脚，迈过对方才有机会。如果你脚还在自己的地盘里面的话，就过不去了。对，要上一步。哎，又有一个这样的转。哦，对。而且如果是在其他的像 shuttle boxing 这种的角度，就是一个站立的 arm triangle， 就是手臂的三角锁，或者是泰式也有这样的一个手法，因为你一只手臂跟脖子都被控制住了，是，这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对。拳击里面也有。好，刚刚这个朱斌做了两个刺拳加一个打肚子动作，看看王俊宇现在会不会还在接着打拳。是。第四回合。接着摔。对了。好的，后接迎接。好，连续的后手。是。那个赵景云贵扫踢加摆拳。是啊。又扫踢。哦，两百度。开始发力了。是。两个人其实都放开了。是。可见两个人在体能储备上都非常的不错。是的，这其实是第四局。昭九想把这个现在要把节奏抬起来回日本，但是呢，王俊宇想把他留下来。是啊，开始发力。哇，吃了一次强攻，这个打得太准了。他的两个摆拳在进阶，我觉得王俊宇在搂抱的时候有点放松了，而且放松了，力量被吃透了。是啊，迅速反应过来，迅速反应过来，他非常稳的这种，又两拳。把拳拿起来，头部的防守。小心小心。哦。翻。然后缓一缓。有被钻到，缓一缓。对。昭九是一下钻。对。啊，昭九这种发力啊，这种发力真的是有一个。哦，小心小心。特别是两个人对攻的时候。是小心，王俊的这个手掉下来了。对，对攻的时候对头部的防守，包括拳的加油啊。对。啊，都会影响到。就是王俊宇那个右手被打好几次的，是。况且赵景玉贵的体能真的是非常好，是是。这种是看身形就能够看出来，他们都在森林里面练的，是，所以那个呼吸也特别的好。哦，哎呀，哇，跟这个打败赵传梅一样，是的，是的，在第四局的时候还能有这种动作，是啊，不管是体能再怎么样，他都动作不会变形。对，况且两个人拼拳的时候，我觉得路线，哇，真的上期这王俊宇打的已经非常的好了，是啊，真的是历史总是那么的就惊人的相似哈。在拿这个金腰带的时候，他和赵忠阳的比赛之前也是赵忠阳占优势的，是，哇，结果出现了。今天也是这样，前面王俊宇飞机的逆转，对，王俊宇发挥的非常好。对，我们看一下回放。我起去，哇，突然原地啊，原地的起跳，况且穿过了这个俊宇的防守，可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对方的拳法上。对，是，这太突然了。对，哇，很厉害，很厉害。那我们希望下一位勇士再来挑战，是赵九玉贵。我们恭喜赵九玉贵。卫冕成功吧，也应该给王俊宇掌声。对，真的非常非常好。我觉得可惜啊，真的，王俊宇在登上武林风以来，其实一场打得比一场好。对，他真的从一个散打系的选手，挺努力的，对，转到这个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其实才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我觉得他的成长其实大家都可以。其实今天的前三局打得还是不错的，大家都是见到了。是，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努力、比较上进的一个选手。对。尤其是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他的努力，看到了他的进步。其实我们在某一瞬间，其实看到了希望。对，是，因为有几次重击是打得很好的，是吧？其实通过这场比赛，我觉得对王俊宇来讲，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成长嘛，对。比赛进行到第四局，1分40秒，蓝方 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
亲自掌声送给王俊玉好吗？五局的比赛对每一位选手来说都是意志品质的极大的考验。王俊玉用了一年的时间，从散打擂台到自由搏击擂台，选择了这样一条华丽转身之路。而且在过去的每一场比赛当中，我相信已经给所有的拳迷朋友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再次把掌声送给王俊玉，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我们期待着他的回归好吗？2月23日，武林风新年首战，六位新人王组团参赛，为观众朋友送上新年祝福。2019，武林风每月直播由月初周六调整到月末周六，时间调整，精彩升级。2月23日，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武林风现场直播。Hello, all my friends in China. I'm Mike Tyson. 大家好，我是世界三大冠军刘远龙。大家好，我是英雄传说邹国俊。我在美国奥兰多，预祝2019武林风年终盛典取得圆满成功。祝武林风15周年庆典圆满成功。I've heard that the Wulin Feng is the biggest reality combat television show in China, and I can't wait to visit you guys in Wulin Feng also as soon as possible. 祝愿河南卫视武林风2019年全球功夫盛典圆满成功。武林风15周年生日快乐！恭喜恭喜！武林风无限久。那15年来呢，武林风为众多的习武者搭建了梦想的阶梯，在这个擂台上豪情万丈，英雄辈出。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部短片来看一看武林风15年来的黄金一代。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2次海外征战了。从跟我同一时期的好兄弟黄河清、孙武等人组成的复制七虎，再到后来的武林风逐渐豪华阵容，跟一龙啊、康恩啊、徐岩啊、洪光啊等人决战拉斯维加斯。我现在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走上国际擂台的时候，心情是惴惴不安却又充满荣誉感，那些片段承载了我最珍贵的回忆。梦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在打百姓擂台，以那个调皮捣蛋的功夫小和尚出现。那个时候是以传统武术和结合现代搏击刚刚开始，还不是特别熟练。百姓擂台民间切磋可以迎战不同的选手，对我来说历练很深刻，收获也很大。击败沙希拉克，击败金世基，一直以来都有人说我的连胜是一个神话，但对于我来说，如何从散打更好的适应自由搏击的擂台，才是一直以来我要探索的问题。我最深的印象当然是我的宿敌林帅了，当时我俩的恩怨可谓是大街小巷人人皆知。天空塔2米最高建筑，不能赢，你就从那里跳下去。可惜到最后他选择离开了擂台，很多时候会想起他，想起那段仿佛还未分出的胜负。传承是我在武林风最深刻的感受。2004年，我第一次看到恩师王元珍的比赛，他在擂台上连胜3场，那种风采深深感染了我。最终，我也来到武林风，继续师父走过的道路。这些年，我真正觉得骄傲的，从来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有很多年轻人通过我了解武术、了解搏击，走到这个行业中来。他们朝气蓬勃，代表了这个擂台的新生力量，能够为中国搏击的繁荣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太多人的搏击梦想，从而诞生了一代偶像。正是在他们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续写一个又一个的功夫传奇。我建议我们大家把致敬的掌声送给所有在这个擂台上努力过、拼搏过、奋斗过、笑过、哭过的搏击运动员，好吗？好了，接下来70公斤超级战，我们等待英雄归来。蓝方选手，泰拳王子播球的得意弟子啊，在武林风的擂台上，他用泰拳和他的身高优势任意挥洒。他也是 ISKA 英国国家冠军。我们掌声有请来自罗马尼亚的铁男亚历克斯。National champion, Braun Romano, here is Erickson Benchmark Newbie.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相城浩爽搏击俱乐部，他是武林风擂台上最耀眼的明星之一。然而人世间最难抵挡的是沧海桑田，最怕物是人非。如今英雄归来，仍是少年。我以为上天给过我辉煌的机会，幸运就会永远眷顾着我。我以为擂台上有我的青春和热血，所以我的荣耀就永远不会消失。我以为这就是一切了。可直到那一天的到来，直到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伤痛，直到我不再是搏击擂台上的宠儿，直到我销声匿迹。看着热爱的擂台，我却不能上去，看着熟悉的观众慢慢将我淡忘，看着我的身体日渐消沉，我不甘心就此放弃。没有灯光，没有掌声，我依然要坚持。就算我感到痛苦，就算我感觉自己已经付出所有，再多跑一圈，再多练一会。天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知道第一次发挥的还没有那么好，心中的鸿鹄之志固然重要，但是面对磨难与挫折，我知道我还有差距。而经过了2015年的腰伤之后，他也是王者归来。重击，我知道还有人怀疑，我知道还需要努力，可我也知道我在慢慢变好，因为后面还有更大的对手等着我，所以我要好好训练。武林风15周年，我的10年磨砺，我会不顾一切重回巅峰，我来了。几经沉浮，英雄归来，掌声有请中国如云龙董文飞。
12月23日，武林风新年首战，六位新人王组团参赛，为观众朋友送上新年祝福。2019，武林风每月直播由月初周六调整到月末周六，时间调整，精彩升级。2月23日，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武林风现场直播。这是一场70公斤级的超级战，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董文飞对阵来自罗马尼亚的亚历克斯。其实现在大家的情绪还沉浸在刚刚的15年的那个片子当中哈、同享方便，感慨万千哈、是，我们现在可以把那个情绪拉回来，投入到比赛当中了。比赛有点激烈，是。董文飞呢，也是复出的第二场比赛吧，应该说是。那么第一场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啊。他去打了这个德国警察，再来就 KO 了这个俄罗斯的鲁斯兰，然后在泰国。这哎，非常棒。好，小心。哎，对方的这个动作还是要比董文飞要稍微慢一些。是是。刚才的尤其几记。这个前刺拳，啊，铁拍，况且这个董文飞的力量比较大啊，虽然比较重啊，在这个受伤之前是经常 KO 的，号称 KO 王。对，但这个亚历克斯啊，其实他是播球的专用沙包，常常挨播球的揍。然后因为他在管理是最高的，所以马库斯在的时候也都是打他。哦，好的，拳摆拳，其实有，又一个前手的摆拳，对，命中了。不，这动作太快了，其实并没有打中下巴，因为拳法太重了，太重了。对，那我们这个亚历克斯常常都是要打不赢，董飞能抓住机会，他状况很多，没有办法啊。董飞再打一上，不错。董文飞其实今天打一上来感觉就非常好，对，是啊，就整个的这种精神状态就非常好，对。其实你看这个，南非今天能够拿下这一场比赛了。哇，神神夺，这是哎，好的，真的是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啊！打了四次，裁判终止比赛了。确实，南非我觉得恢复的相当不错了。对，真的是王者归来。以这个亚历克斯的身体状态，他训练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他心理是有问题的，常常都是打输比赛。我们说是这个董文飞状态的回归哈，因为两位都是运动员，你们知道，就是在香港站的比赛当中，我看到他真正的是状态回归，就是他的腰伤，以前有腰伤的话，他那个拳的力量没有那么大，但是腰伤复好这个伤好了之后，他这个腰的转动带动的这个拳的力量很重，是这样的。对，其实你看总。细节上，如果有心的观众可以看出来，董文飞的这种啊肌肉的线条，现在已经比之前对之前的很多比赛已经恢复了。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1分20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是中国海南海口体育馆，河南卫视正在为您现场直播的 WF 2019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暨武林风开播15周年庆典之夜。15年来，武林风人可以说是兵不解甲，马不停蹄啊！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武林风带领中国勇士全球飞行超过了23万公里，而这仅仅是15年来的一个缩影。15年的坚守，让人们对于中国竞技武术这项运动有了更多的期待，一起来看短片。豪情在天，谁能与我争锋？清风在手，谁能一剑屠龙？冲原逐鹿，方显英雄本色。武林风起，自当气吞山河。2004年1月3日，武林风在河南卫视正式开播，开启中国功夫电视传播新时代。
2005年，武林风开设百姓擂台，真实还原中国传统武术的擂台竞技。2006年6月10日，武林风决战长城居庸关。2007年，百姓擂台总擂主中华英雄王洪祥夺得年度总决赛桂冠，成为震撼中华武坛的偶像。2008年7月1日至7月26日，武林风少林功夫拉美行在智利、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古巴和墨西哥等国家掀起了武林风热。2009年，武林风首次走进美国拉斯维加斯，登上了世界搏击的最高殿堂。内华达州政府为表彰武林风对促进中美两国武术文化交流的卓越贡献，特设立每年的11月10日为拉斯维加斯武林风日。2010年，武林风决战拉斯维加斯第二季，奠定了挑战强国的实力。同时，一龙也成为中国传统武术习练者走上职业擂台的标志性人物。2011年10月，武林风一个月横跨亚洲、美洲、大洋洲，开启远征三部曲征程。2012年12月31日到2013年1月1日，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在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完美呈现，现场直播6小时，成为中国当年电视跨年盛会的一匹黑马。2013年，武林风首次走进德国汉堡、韩国首尔、阿联酋迪拜和菲律宾马尼拉，将征战世界的疆土继续扩大。2014年1月18日，武林风在湖北襄阳体育馆进行了第二届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2015年1月31日，在重庆举办的年度全球功夫盛典中，死神方便 TKO 了世界排名第一的泰拳王西蒙马库斯，震惊了世界。2016年，经历了2015年的第一次世纪之战，2016年11月5日，在南京五台山体育馆，一龙与泰拳王子波球进行了第二次世纪之战，一龙成功复仇，一龙胜利。2017年，在昆明体育馆举行持续近一年的武林风一龙王者挑战赛总决赛，百万奖金尘埃落定，引爆全国。中国新体彩。2018年武林风搏击世界杯拉开序幕，16位来自各国的顶尖高手分为4组，通过小组循环积分赛决出小组晋级名额。搏击世界杯的4个小组第一将通过淘汰赛来决定最后的冠军归属，这是对自由搏击赛制的又一次全新尝试。武林风，一个永开先河的搏击赛事，一个走向世界的搏击品牌。这里是拉斯维加斯、奥克兰、德国汉堡、爱尔兰、柏林、澳大利亚、悉尼、希腊雅典、非洲摩洛哥、西班牙、马尼拉、俄罗斯莫斯科、泰国曼谷、荷兰伦敦、葡萄牙、法兰克福、西班牙、香港、多伦多、罗马尼亚。这里是布拉格，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